跑步的第173/294天，带跳绳下去，说跑完不要跳下水。哦，太阳都还没出来，早上跑10圈。先热个身。开跑了，开跑，加油，加油！边跑步边要给他出算术题。你又忘了。发现小青虫。你现在最后一圈了哈。他跑完了3000米，我继续跑，自己先跳会绳。他跑完了。一口气连续跳111个，有进步，很开心。运动结束拍照记录，加油哦！